我你妈做呢！我谢谢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太太，你真的是我的幸运星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我也很爱你。我你妈做，谢谢。兄弟剖解包干。现在哦，要看的下面的男主角现在很紧张，我们不要再拖他时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那条啊，不是你的幸运小物有带在身上吗？还带？有，还是带，他不可能离开我。你要不要借一下某一位男主角？看有没有人想要跟你借，基于私心，小美哥，你要这条吗？要吗？好不好？我需要等一下可以在后台帮你穿上，好吗？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，得奖的是李明顺，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，恭喜！角色设定不落俗套鲜明，演员在角色性格幽默和内心执着的表演线条上融合顺畅。我你妈做呢，谢谢妈做，我也是你的忠实者啊！谢谢金钟奖，谢谢所有的评委，谢谢你们再次给我这个鼓励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八尺门的监制董成云小姐，导演唐福瑞先生，还有小葛，谢谢你们把这个童宝驹啊这匹马交给我，他真的太野了啊、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八尺门所有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。虽然这三个多月我们的这个剧情真的是很沉重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拍得很开心，拍得很欢乐，真的是很开心跟你们合作，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。那接下来我谢谢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太太范小姐，你真的是我的幸运星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然后我也很爱你啊，谢谢你，把我们的儿子照顾得这么好，我才有机会这么放心出来拍戏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我可爱的儿子李希全 Z， 爸爸也是很放心每次出来拍戏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懂事很乖，让我很放心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李明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进入这一行。那最后我要谢谢的就是阿敏、阿瑞、欧丽玛总，谢谢。